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标股急先锋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昨天美国科技股表现亮眼，也带动今天台股反弹的气势哦。 早盘一度是大涨超过一百五十点，不过 AI 概念股回神了，但是传统产业类股却是相对的疲弱，拖累了台股指数。中场是上涨了五十六点，一万六千五百点是得而复失。那么明天的盘是怎么观察呢？听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 好，钟祥老师、哦，有受到辉达大涨的激励哦。今天 AI 概念股表现是非常的亮眼，尤其是我们的千金股的争霸战也非常的精彩哦。今天世新 KY 又涨停了，而且登上了股王的宝座，其他的 IP 类股呢也跟涨。那未来的续航力你怎么观察呢？好，首先各位同学，今天又是 IP 股在领军啊，很多同学在这里很喜欢做现股当中，但是有时候开太高。 你没有冲掉，收盘的时候就收相对低啊、哦。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老师到底限股当中要怎么做啊、哦？这个技术分析会教你，有量有价啊、哦。那在加入我赖的同时，赶快加啊、哦！加入我赖的同时，我都会写出关键价，我在这里一定有写关键价的，百分之百有写关键价的啊、哦。那我们待会来验验证。 我告诉各位同学，这里加赖的最近两天突破两百个同学，大家都想学怎么来现股当中，对不对？但是现股当中你要记得哦，量价量价均价线。好，今天大涨毋庸置疑，但是你加赖，我连不会涨的股票我都会告诉你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 这是叫银邦，银邦昨天的涨停板叫五百九十七。我告诉你不要追，秦城不要追，对不对？这两只啊、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只到底怎么回事儿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银邦，银邦，你如果今天开盘去追的话，收盘你知道吗？这样跌下来是超过十趴，十趴、啊，老师。 你为什么特别把银邦说出来？因为它最近是人气股，大家都想限股当中。你这样子十趴，你一张你输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一张从六百六百多少？六百三十五，尾数是不是二五八？六百三十五变成五百七，一天输六十五块，超过十趴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加赖 你有没有加赖？我在这里有没有跟各位同学讲银邦？对不对？所以同学也不是随便乱冲的啊！哎、欸，我告诉各位同学，银邦哈，以前股价不到一百块，涨到六百块，涨了将近五倍。所以很多同学在这里都认为说，老师我们应该买比较强的。错！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。那我在这里跟同学讲一件事情。 就是四星涨停板二一六，65, 江铃 I P 股出啊喷出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四星还是涨停板，两千三百八了，创历史新高了。外资说上看两千七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两千三百八你再买。 利润也不多了，那什么股票会赚更多？这比较要的啊！来，我前面没有写的啊，创意啊，我只要开低就会走高。他今天没有开低，他今天没有开低。告诉你，明天如果你可以做创意的话，我来带你做限股当中好不好？因为他开低就会走高。好、啊，那今天收盘是。 一千三百七十块，我认为明天一千四一定会过，不要开太高，开太高就不要做了，你就手上持股续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告诉你什么？M 三十一，M 三十一有没有涨停板？外资上看一零八零，来，同学，我们来验证一下 M 三十一啊。 M 三十一今天最低是八百九十二块，涨停板是九百六十五块。八百九十二块是不是符合我在这里告诉你的二五八？对不对？二五八，你看一下最低八九二，92, 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老师真的呢，别的老师哈、哦，这讲不出一个屁啊！你在这里哈、哦，二五八都有教我们，我们都都学会了。 你今天八百九十二块，你不要买多，你买一张，你今天大概可以赚，呃、欸，十八块，大概可以赚七万块，十张就七十万。金星科外资喊六五百六，它要过四百四，今天有没有过四百四？有哎、欸，老师但是收盘是四四二，尾数又是二。 表示我明天来做金星科的现股当中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加赖啊！你不加赖你怎么知道什么股票会动？你有猜的。好，今天艾普最高三百四十块没过，三三九点五，收盘价三二九。好，艾普今天的量没有很大。 来，我告诉各位同学，艾普的供给量是多少？艾普的供给量要有一万张，它没有一万张，所以三百四过不去啊、哦！看一下，三百四过不去啊、哦！那明天会不会过去？今天，哎、欸，这两天哈、哦，头信已经没有卖了、哦，自营商一买一卖啊、哦！我认为今天外资会买。 你看到这里，这里有两天涨停板没有？这两天涨停板就是外资的杰作，从三百一十四拉到三百四十五，又从三百五十三拉到三百七十九点五，又从三百七十九点五拉到四百零五。答、啊，外资前两天都没买，没有大买啦。 那有一些外资券商是有买一些买一些了，啊、oh, m a c d 开始交叉网上了，明天要有供给量了。那明天要有供给量，明天应该在什么价位？该按利出去来，唰，涨停板。那如果明天没有供给量，你应该要怎么做？赶快加奈、like、嘛。跟你讲你又不听，对不对？威盛。 自源，对不对？自源三百三支撑三百五，银邦、秦城双红。我告诉你，银邦不要追，秦城跟双红在支撑啊。四星涨停代表电子股中的 I P 股就是主流，相关的有创意 M 三十一、M 三十一，你看到没有？M 三十一，你看到没有？通学。 今天一个同学小做十张 M 三十一，赚了八十万，好高兴。立马一块钱花下去，电话，然后在这里感谢老师。同学，你要不要感谢我？你要不要感谢我？你感谢我就对了，因为我明天还要带再带你赚钱。 啊，明天我要再带你赚钱。好，所以我跟同学讲，这个叫标股体验营。好，为什么今天 M 三十一会涨停？你注意到，在八月十七号的时候，八月十七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M 三十一外资升平一零八零，但是没有买，反而在卖，头信大买。 所以，我是不是八月十七号？你如果八月十八号下去买，你就赔钱。但是，各位，我昨天开始把 M 三十一写进去，今天就涨停。你看，我这个筹码分析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，厉害的我自己啊、哦，非常的骄傲。你看一下 M 三十一。 啊，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缩小一下，来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这里是不是外资在卖？外资是不是调到一零八零在卖？头信是不是在买？K D 指标是慢慢悠久悠久悠久。在卖的时候你不要跟他顶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七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什么？十七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 M 三十一也是我们的名牌嘛，外资在升平嘛，但是在卖嘛，啊，投信在买嘛，但是昨天我告诉你，因为四星顶上来了，所以 M 三十一可以开始可以开始考虑了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老师，你叫我不要买的时候，它就是不会涨，那你告诉我可以买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涨停，老师，你晚上。 每天写到晚上十一二点，这个主力筹码告诉我的都是事实哎、欸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 M 三 C，对吧？你看一下这天，这天是开高走低哦，这天是大跌哦，你看这天是大跌哦，这天也是大跌哦，但是今天是涨停哦，啊，因为外资在这里筹码已经消化掉了。 今天是涨停，所以同学，标股体验营。那同学会讲，老师，我这个限时三倍专案到底怎么做？到底怎么做？这个技术分析我会教你，买强不买弱。哎、欸，老师，你又为什么知道银邦在这里叫我不要追？同学，我如果每天叫你追股票，然后赔的算你的。 赚的都算我的，那我在这里真的是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讲话都实实在在。啊、哦，当一只股票外资没有介入的时候，你放心，它不会大涨。举例来说好了，我再跟你举个例，M 三十一涨停板，金星科大涨，对不对？爱普，好，来看一下。 我问你，这一根涨停三百一十四到三百四十五，这一根涨停三百四十五到三百七十九点五，这一根大涨是谁在买的？是外资在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下来外资有调节掉一些，一买一卖，一买一卖，一买一卖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今天主力筹码，因为它的日 K D 刚刚开始交叉，在這,这是不是一个 W 的日 K D，对不对？ 啊，M A C D 开始翻一往上，啊，融资没有大增，它唯一的缺点是因为融券在这里没有增加。如果今天晚上我写一下筹码，如果今天晚上的融券只要增加一百张，明天搞不好就会攻顶。如果今天晚上融券没有大增，明天就没有办法攻顶，它要先恢复这个缺口。同学，我这样讲，你们听懂了吧？这是一个标准的 W 底，W 底过了颈线。 直接就是一比一，两百九，三百五，对不对？四百一，对不对？这是 W 底，这两百九嘛，这个三百五左右嘛，过了之后就四百一嘛，差不多啦啊、哦！这回来今天的收盘又是不是在这个颈线左右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按、啊、明天会上去。这里是一万多张的量，这里是两万张的量，现在差的就是量。 差的就是外资啊，头信都没卖了，头信在这里已经卖了，头信我认为今天会回头会买，如果明天头信买，那明天就精彩了。你要怎么做？赶快加来赶快加来我把筹码算给你，我算给你，你才可以赚钱呐，不然我告诉你不要买 M 三十一的时候，它就是不会涨。 我告诉你可以留意的时候，它就是涨停板。老师，你好神哦、喔，没有那么神啦、啊。W 一七八八标股机激先锋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标股体验营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<下班 S 2> 谢谢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、喔。因为市兴 KY 涨停哦、喔，那 IP 类股也跟涨，到底要从技术面、筹码面，还有量价结构，怎么搭配一起来挑选给各？ 空手的投资朋友呢？我们广告回来之后，继续听你分享。 到标股及先锋，周尚老师这段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现在国际股市其实还没有回稳哦，全市场都在等待八月二十三号晚上辉达公布财报。那在财报公布之前呢，到底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灵活的操作才能够在股市中淘金呢？好，首先哈、啊，如果一只股票有主力筹码在里面，你做起来会比较顺遂，但是也是要跟量配合。 我们今天现在来谈谈四四档股票，你加奈啊、哦，因为我有写这四档股票，我们来跟你验证一下啊、哦。我问你，这四档股票伟创、广达、技嘉、光宝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写四档股票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档股票今天它到底的走势是怎么样啊、哦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同学，我说实在啦。 啊、哦，我都会把来看你今天如果开盘价去买伟创，你今天是赔钱的。你如果今天开盘价去买广达，你今天收盘是赔钱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买技嘉是赚钱的，如果你今天买光宝是赚钱的，老师为什么会差这么多？好，我们先来谈一谈技嘉，因为技嘉今天盘中涨停啊。哦 不过它一开就开了将近百分之五趴。啊、哦！今天有好消息出来，来同学来看一下计价，计价单因为它前面已经修正过了，对不对？它的主力筹码、投信跟外资买卖都不大。你知道它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？你看这几个图，你看得懂看不懂？你看不太懂，对不对？看不懂，我教你，啊、哦！ 来，因为季佳的融券比较高，它在这里是除权息的，所以开放融券以后，在这里就有人去放空。那融券越高的股票，基本上在多头市场里面，它越不容易跌下来。光宝在这里也是开放融券，但是为什么光宝盘中没办法拉涨停板？ 因为光宝的融券在这里只有一百多张，我问你，我是主力，我要拉涨停板，我是希望像技嘉这种融券有三千多张的，我拉上来，你们比较会怕，懂吗？懂了哈，这个同学来看一下，券余这很重要。那为什么在这里来说的话，为什么广达？ 因为广达第一个，它创高之后，它拉回来，啊，外资头信都还在卖，虽然它的融券也很高，但是一些融券空债相对高，所以广达的量不够的话，它冲不过去，它冲不过去。好，所以同学，量价量价，股票要涨一定要有量。 你没有量不会涨，啊，股票有时候要跌的时候没有量都会跌，啊，那你就要注意到明天的走势。好、啊，这些都讲完了。那 I P 股谁最强？I P 股当然最强的就是四星嘛，这毫无疑问嘛，对不对？昨天买不到嘛，今天涨停嘛，创新高了嘛。你看 M A C D 开始翻正了嘛，这里有一四一个 W 底嘛，对不对？ 你看他融券也有嘛，啊，他融资在很很低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筹码很干净嘛，啊，这个小小一买就上去了嘛，对不对？资券的变化也很重要嘛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创意，创意融资一直一直增加，但是创意的 m a c d 也开始要翻正了吧？看到没有？KD 往上嘛，啊，外资已经反买为卖了嘛。 啊，把反卖为买了嘛，这一支明天有搞头。哎、欸，我先讲好哦，不要等到明天涨停板你又说老师你马后炮哦。我先讲的哦啊、哦，所以你看一下啊、哦，那 M 三十一你看是不是 MID 开始翻正，它在修正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筹码在哪里？筹码在。 投信的手里面，你看一下，筹码在投信的手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金星科外资一买一卖，基本上他今天才开始站上了月线。我说会站上月线嘛？你又不相信我？对吧？站上了月线，站上他会挑战上面的这条均线，MACD 开始翻升，看到没有？它融券还蛮多的，券资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再来看爱普。 爱普唯一的是，它这个 M a C D 哎、欸，上一次拉涨停板就是 M a C D 在这里挣的嘛，它是柱状体越来越小嘛，现在要的就是补量嘛。那你要注意到明天爱普会不会涨停？当然晚上要看筹码嘛，谁在买？今天谁在买？今天买单蛮积极。来，同学你们不懂，不懂我教你来。啊，不懂我教你。其实这个三足股市还蛮有用的啊。 你看一下，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。你看啊，这里是大单、小单累积，大单是不是都站在买方？小单是不是都站在买方？老是买买买买，哎、欸，尾盘的时候，因为开买早盘买買,买单比较积极嘛，这里买单不积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尾盘的时候，它会收一点点的下影线，但是巴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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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but, bu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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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一下 M 三十一。 你看 M 三 C 为什么涨停？因为大单今天很积极，小单也很积极，有人在做嘛？哎、啊，你不懂对不对？不懂我才要教你啊！所以今天你就要注意到了，爱普啊，他明天有没有办法？哎、欸，今天高点刚好越过这个，来，我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八月二十一，好，来看一下爱普。 要过三三六，我问你今天有没有过三三六？有，有没有挑战三四五？没有，量要一万张，有没有一万张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三三六是一定过了，三四五没有来嘛，量没有一万张了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会不会开个小高，然后就跟 M 三十一样会拉涨停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。 加了，我晚上会写给你，好不好？晚上写给你，这才有用嘛。你明天才知道怎么做嘛，对不对？标股体验营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们讲的都是实在话，啊、哦？为什么钟祥老师这么认真？因为同学，我们一起在市场上打拼。如果一个老师在这里每天晚上， 不知道在干嘛，啊，然后无所事事，也不帮你研究筹码，那你每天是不是在赌博？如果一个老师每天晚上把这个筹码研究的透彻，对不对？这筹码研究的透彻，你的胜率是不是有九成？你就不要不要怕啦，胜率是不是九成？对不对？同学，哪个老师办得到？ 你告你告诉我，啊、哦，我的前面左边右边啊啊一个三线翻多三线翻空就办得到，好像办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量价形态最重要是加赖，最重要是, ine, 重要是主力筹码。为什么我不写 M 三十一的时候它不会涨停？为什么我写完之后它就会涨停？ 所以，同学加来啊，那你想要赚钱啊？同学在这里不要客气，把你的股票的问题告诉我啊。最近有很多同学啊，在这里反应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回响，就是要赚钱。明天我们一起做。 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，提醒您投资有风险，买卖前还是要审慎评估。更多的盘式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收看《标股及先锋》，再会。